家好，我是周怡。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全新的20分钟低强度有氧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全程都是站着的，没有一个动作是趴在地上的。其实到了12月冬天，我发现你们很多人都懒了下来，有没有？天冷了，大家又觉得不太想运动了，尤其是住在南方的，室内可能比室外还要冷，在室内裹得像粽子一样，所以可能一个卷腹都做不了，因为衣服非常厚，所以我都有点纠结这个月要不要再给大家发运动视频。不过后来我想一下，其实我们冬天站起来动一下可以暖身体，再有就是我以前住在深圳的时候，冬天室内可能比室外还要冷，如果你们住在南方应该也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喜欢到室外去，因为在室外跑一下走一下很快就身体热了起来，我在室外其实都不用穿那么多衣服，因为我的身体就自动给我供暖了。今天这个运动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穿着秋裤站在地板上轻轻地动一下动一下，然后让大家暖身起来，冬天也不要囤太多肉的运动。好吧，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来原地小跑，让我们的心率稍微加速，为接下来这整个运动做准备。这个运动呢不需要很大的空间，所以大家可以在宿舍里面或者站在床边就可以做了。每一个动作45秒，中间休息15秒，一共有20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左膝盖向上抬起放下，然后整条左腿直着向左边抬起收回来，再重复刚刚的动作，一共45秒。你的右手可以插在腰上保持平衡，整个运动都像这个动作一样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难度，所以大家可以放轻松的把每一个动作去做好。好，休息15秒。下一个是换我们的右腿做同样的动作，右膝盖向上抬起放下，再直着向右边抬起放下，重复45秒。好，现在再次休息一下，前面2分钟做的都是非常缓和的动作，现在我们来做后踢臀跳，脚向后踢，仿佛要踢到屁股那样跳起来，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心率重新提起来。只需要跳45秒，非常短的时间，所以非常好坚持，对吧？
OK， 下一个动作跟前面两个抬腿的动作非常相似，同样的是先左膝盖向上抬起放下，然后伸直腿向后踢，双手叉腰保持平衡。如果实在无法保持平衡呢，你可以轻轻地扶着墙或者其他辅助物。这个运动非常适合完全没有运动基础或者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好，我们换右腿，重复刚刚一样的动作，抬起右膝盖放下，再伸直向后踢。现在我们把手抱在后脑勺，手肘张开，抬起左膝盖，同时弯下上半身，用右手肘去碰左膝盖，回正，再重复，这样做45秒。这个动作还会练到我们的马甲线哦。好，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换右膝盖去碰左手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和马甲线运动里面平躺着的脚踏车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站着的版本，但是却更加简单。做的同时感受我们的侧腰的收缩，好，再休息一下，可以喝点水。好了，又来到我们跳动的时间，再次把我们有点掉下去的心率提起来一点，做和之前一样的后踢臀跳跃。脚踢不到臀部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尽量的去往上踢就好了。加油，跳起来，我们快要完成半个运动了。
OK， 第十个动作，我们的双手合十，直着举过头顶，双腿张开，做左腿下蹲的侧弓步，同时双手直着向左腿扫去，站起来的同时回到头顶，重复做45秒。这个动作有点像拿着大刀在现场玩那个切水果的游戏，大家就想象你面前有一个和你一样高的巨大的西瓜。好，10分钟已经完成，你们太棒了，最后也就10个动作了。下一个动作和上一个是一样的，但是换成我们弯曲右膝盖的弓步，手向右下角切去，站起来时手回到头顶。大家现在应该一点都不觉得冷了吧，而且也没有很累对吧？好，第12个动作，我们双手向前伸直，向上抬起左膝盖的同时，左手向后打开，身体也同时向左边旋转，重新合起来的同时膝盖放下，就这样重复45秒。第13个动作了，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做右边，坚持到这里其实也挺简单的，是吧？其实这个运动还没有发布之前，我们剪辑师小姐姐和她的男朋友在办公室已经做了好几次了，所以你也可以拉上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做。好，现在我们来最后一次的踢臀跳，让我们的心率重新起来。45秒很快就结束，坚持住哦。
现在双手划过头顶，抬起左腿的同时，手向外张开，画一个大大的圈，然后在大腿下面鼓一下掌，再回到头顶，同时腿可以放下，重复45秒，手臂尽量伸直去画这个大大的圈。好，现在换我们的右腿，手在右腿下鼓掌，就当作为我们快要完成这个运动而鼓掌吧。你们现在大腿可能已经感觉挺酸的了，接下来只有两个动作，也是各完成左右两边就完成了整个运动，坚持住哦。好，倒数第二个动作，向前踢左腿，向前踢45秒。我知道你们踢到后面可能腿都没什么力气了，但是没有力气，我们也尽量把腿抬起来，好吗？加油！OK， 现在换右腿，右腿也是向前踢，重复45秒。好了，最后一个动作了，同样是分左右两边各45秒。首先我们手叉腰，抬起左膝盖，膝盖向左边转，然后放下收回，这是我们最后用来缓冲的动作，可以让我们的心率慢慢的恢复平静。
好，现在做右边，同样是45秒，我们就结束整个运动了。我还是想说最后一遍，这个运动全程都这么站着，是不是感觉很简单？而且感觉穿着羽绒服都可以做。但是你现在身体一定暖暖的，一定也想要把厚厚的衣服都脱掉吧？等你们觉得冷的时候呢，就起来做一下这个运动吧。有没有看到我已经满头大汗了？真的，这个运动非常的让我热血沸腾。如果你觉得冷，真的要马上开始动一下。就像我前面说的，冬天不要囤太多肉了，很快春天、夏天就要来了，那时候你可能会后悔。好吧，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运动，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还有收藏，还有在弹幕里面打卡或者评论里面打卡。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不要忘了点一下角落里面的关注按钮。我以后还是会努力的在星期四定期更新。好吧，我们下期见，拜拜，爱你们。